所以我觉得即刻这样会教一些男生，如果他很害羞，他知道怎么去对心仪的女生表现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面子是最不值钱的。对，嗯，因为你有面子，你才会有大男子主义。但你很大男子主义啊。我是不是太直接了？没有，都是这种风格。是吗？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放下身段，这样的话作为男生，女孩子才会跟你这种感觉才会更真实。我觉得他憋太久了，释放了。他现在很多爱的理论。张继科老师大讲堂开始了。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不讲了。我那么直接你不会生气吧？没事没事，我最喜欢直接。可以的。